日本参加了品牌活动，她也一头蓝发造型进行亮相，全面的造型也吸引着人们的目光。在活动中，陈也遇到了许久不见南口奖，两人一见面就给彼此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这真挚的情谊再次勾起了巫师们的回忆呢。看到女孩们之间的互动，真的让人充满了感动。而陈也的新造型更是让人期待，是不是已经正在准备回归了呢？